老师把我找学校来了，你说你一次学校都没来过，不是你还是不是狗族他亲爸呀？这不废话吗？我不是他亲爸，谁是他亲爸呀？你要是他亲爸，你就赶紧过来一趟啊！我怕一会儿打起来，我一人盯不住。知道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，哎，那女的王老师呢？那王老师，王老师出去看看那个孩子他妈